该雨了，昨晚。妩媚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这个地儿啊，这个地儿白瞎了。要是我呀，我就搁这块开个早餐店。妈的，这么多旅店，你开个早餐店，这不发了吗？咱讲话了。是吧，哥也行啊。你们感觉呢？你们感觉对不对？欢迎我大护法，大护法哥，欢迎生日哥，欢迎自由号哥，大护法哥，有点那啥，冷了吧？买个棉帽。这今天下雨了，还不算太冷，不是很冷。欢迎墨白哥。欢迎朋友哥，欢迎朋友哥，也不是很冷。欢迎一点烟哥，下雨了。欢迎清风哥。欢迎白公子哥，早啊早啊，早上好哥，姐姐们早上好，早上好癫哥，亮雷哥，雷射哥来了，欢迎雷射哥。这边大风吹个不停，哎呀，欢迎，昨天我们这边好像着火了，他这个雨下的不及时啊，他不叫及时雨，他晚了。晴天的时候才下雨，我估计他在下雨的时候，这个火都灭了。真事儿，这是那个甜甜妈妈姐姐吗？是你吗，姐姐？欢迎阿 Q 如有，还有如有哥，也是你的话，你扣个一。是我二哥家那黄马吗？是你的话，你扣个一。要是吃你的话，姐你扣个一，我免费给你卡个马甲。欢迎迷情之夜大哥，不说话呀。昨天火着挺大，去了两辆消防车。起挺早啊，自由人魔尊哥，欢迎魔尊哥，咋了哥？不是这个自拍杆就这么长，欢迎如果哥。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，那小子发那个别地方发别平台发那个着火了，配个音乐。是那夜空中没得星星，真有才呀。欢迎茶叶哥，早上好哥。大哥呢？如果哥早上好，大哥。欢迎风哥。下雨，这下雨以后啊，这个空气感觉挺好的，空气感觉挺好的。
没人说话呢，早上这么安静吗？欢迎花火哥，我是不是得来个开场曲啊？欢迎万事如意哥，欢迎平常心哥，来个开场曲是不是就好了？欢迎德保罗哥。今天出发，我一会儿去整牌照，你8点半上班，建哥应该去整牌照去。都来听你唱歌了，你想听啥歌？孩子到哪一步了？你想听啥歌？如果哥，不知道你喜欢听啥歌？没，欢迎我茶哥。二弟昨晚又雷了，我哪知道啊？你问我。你一唱歌都精神了啊！青龙小饭团儿，疼吗？老板搁屋里躺着呢。欢迎笑容哥，啥哥？老板搁屋里躺着呢。一会儿直接就走了，直接就往那边走了。我可能要是去的话。我可能会在那个还是在大洋那儿等他，完事他都整利索了，他再回来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得把那个有个灯，有个亮点的灯，他需要安上。啊，没有，欢迎卷烟屁哥，他把那个大灯安上以后，还改个什么燃那个炉啊，柴油炉啊，改完以后啊，完事就可以。啊，那个晚上把东西装上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就这么个事情啊，就这么个事情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。你别说我二哥的浪天。欢迎灯哥。咱讲话，要是你跟你媳妇儿搁一块儿，你晚上你啥也不干、啊，你那不是扯淡吗？我这鼻子好像爆皮了，鼻子爆皮了，天干，欢迎一姐。对不对？欢迎小姨夫吗？是小姨夫吗？你们没听过那个笑话啊？是不是？欢迎北风哥，欢迎二星哥。说有一对儿还没有谈成恋爱的情侣，他俩去外边去溜达，忽然下上了大雨，打上了雷，欢迎哇塞哥。于是乎这个女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这男孩比较腼腆，那女孩说走吧，咱们去找个宾馆住去吧。啊，起来了。完事那个男孩说可以呀。完事他们就去宾馆找了个宾馆。啊，不巧的是啊，这个宾馆呢，就剩一个房间了。而且这个房间呢，还是双人床。那没有办法了。啊，完事他俩就开了一个房间，啊，开完房间以后啊，欢迎丫头姐。开完房间以后啊，一进屋，啊，这个女孩就拿了个被子，啊，把中间给隔开了。那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：“说今天晚上你要是碰我，你就是畜生。”完事
这个女孩说完话以后就关灯啊，完事就睡觉了。呵呵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那小姑娘看见她以后二话都没说，啪啪给她俩嘴巴子。当时那个男孩懵了，说我不是没碰你吗，你打我干啥呀？完事那个女孩说，你连畜生都不如。黄小雷哥，嗯，不是我呀，如果哥，我是听过听的那啥故事，嗯，瞎啥辩论，瞎辩论。欢迎歌神壮啊，歌神壮早啊。你好，你也找胡影哥。这事儿，欢迎江湖过客哥。公屏一般的是早上挺应该挺活跃呀，清晨起来。是不是按理说是什么咱讲话应该挺活跃。卡吗？不卡吧。欢迎老莫哥。我二哥这不开始了吗？开播了吗？欢迎锦鲤哥。欢迎派大星哥。壮儿吃早点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哪个大哥呀？云修阁大哥。欢迎这个云修阁大哥，欢迎我石头姐。早上好哥姐姐们，早上好。这不大早上这么多哥姐姐们，感谢我老莫哥，感谢派大星哥。官方那么老莫哥整江湖令，你给出个雄兵不行吗？让老莫哥看看我直播间的白度有多白有多亮。欢迎如果哥，欢迎杨洋哥，感谢哇塞哥。是你陪我无尽的温暖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哦，大成哥啊，感谢我老莫哥。哥，你马甲呢？卡的事儿吗，哥？你应该再早点播，很多人七点就醒了。OK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啊，我有啊，那可能是我有点卡。欢迎德哥。我以前我刚播的时候早上五点起来。欢迎老爹哥。我以前我刚播的时候早上五点起来，有很多的哥哥姐姐们可能知道，有的时候领你们看日出啥的。我今天起来也挺早，七点多起来的，完事起来以后去了趟卫生间，完事儿看了会儿手机，我就开始播了。学习了一下。早上好，老爹哥。看别人在干嘛。完事儿回去快八点了。
该直播了，完事我就出来了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广州好邻。那咱们唱来个开场曲啊，还是怎么事啊？你不活跃呀，直播间呢？按理说早上应该挺活跃呀。昨晚去找大双呢，没有。老弟就是这么开玩笑，啥双也不好使，也没有直播间哥哥姐姐们重要啊。我找他，我浪费时间，不是我浪费的钱，还得浪费的时间，没准还得耽误直播。不好使，所以我就没去。大哥说你不发泄吗？发啥泄呀，别老闹了。挺好个小孩啊，你怎么呀，你们给整的。就是效果，娱乐效果，找啥二双啊？他有无兄弟，不需要女人。啥无兄弟啊？啥呀？啥跟哪跟哪儿啊？先开嗓吧。对，五兄弟啊，先开嗓。你就说我有了呗，就说我有手就行了呗。五兄弟，右手左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右手慢动作同步。老弟哥，你喜欢听啥歌？喂，开嗓呢，我开嗓呢，这是我电哥教我的开嗓方法。开嗓方法，我电哥教我的，什么狗叫？哥，你待会儿，咱们开个嗓。哥，我咋一唱歌你就走了？啊，哥。哥呀。欢迎经络哥，早安龙回。完了。
大哥走了。我的背。没有伴奏啊。哥哥姐姐们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迎接崭新的黎明，一起来呢来，勇敢的向前行啊。那个，你进屋，我走了。啊，你进屋吧，你进屋吧，要不还得开门，这屋里还有东西呢。啊，你一会儿还回来吧。啊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去把那个什么等着去。行 ，OK 了 ，OK。你把屋里东西该装吧哈。行。啊。好了，不下了哥。哥哥们，起床了！起床了！这个不行，没人说话。我起床了，你们唠会儿啊。没有就是能
活跃点的吗？投个一。小莫哥，你听我歌声都陶醉了吗？完了，今天早上估计凉凉了。哥哥姐姐们，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，欢迎秃噜哥，你。欢迎 TTP 哥，不活跃。欢迎农村户口哥，不是。人都没睡醒呢吗？欢迎我宁哥，哎呀，这是我宁哥吗？哥呀，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了？哥，都想死你了，宁哥呀！欢迎雷射哥，我宁哥一来一看，我操，宁哥人呢？闪现了。宁哥一来，我一看，我操，他这帮绑好起来了。欢迎初心姐，欢迎我茶哥，早上好，初心姐。我先唱会儿歌，那公屏没有人扣字了，没人点歌啊，姐。不知道咋回事。你们唱个温柔点的歌吧，早上了吗？欢迎郭客哥，没办法了，欢迎溜达哥，送给你们早上的歌。感谢如果哥，感谢大哥，只是叫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，春风不解风情，风干了，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子，带来永恒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，玉山白雪凋零，燃烧烧冷的心，是孤寂的化成云，倾诉遥远的祝福，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今生的祈祷。咋了哥，感谢如果哥，我这不寻思早上给你们唱首歌精神精神吗？如果哥完了。
大哥呢？对啊。大哥都走了，哥，老弟不先唱歌精神精神吗？明天会更好。老弟，这不是希望咱们每个人明天都会更好。是不，大哥？开个机姐，OK，欢迎我清空姐。你送孩子去吗，初心姐？怎么这么卡呢？你 WiFi 也整不着。啊，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那说吃早茶了没有？下回我就是初心姐来了，我学了一句日语，初心姐，こんにちは，在喝咖啡啊、哦，啊那哈这哟，萨瓦迪卡，你点一首歌吧，你长老弟也没啥才艺，你也知道。你点首歌，那是韩语吧？你好的哟，哎，啊，OK，那个阿的哟是那啥，那首歌我没唱过，姐，我试试，唱不好你别生气啊，我感觉我姐不能生。因为我唱歌就没有好听。欢迎我停车重案风铃晚大哥，咱们听听吧哥，姐我听听，到时候我练练。主要我就会高潮那儿，姐高潮是这么唱的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。我就会这一句。